公车来想要旅行。这个啊，就是这条步道上面最多的一种植物，它叫做月桃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做一个 DIY， 是月桃玫瑰花。那你们可以猜猜看，我们是利用它月桃的哪一个部位做的？是叶子吗？还是中间长长的那一根月翘呢？还是它的根？还是它的花？我们等一下就来做做看。入口其实有两个步道，往上的话就是朝阳国家步道，然后往下的话我们是环山步道。那环山的话一样是环这个朝阳国家步道这条的底下。那因为就是朝阳国家步道它比较就是高低起伏比较大，而且阶梯比较多，然后所以就是会建议说，如果是长者啊或是亲子啊，我们可以共走这一条就是比较平缓的环山步道，它的那个生态跟那个也非常丰富。对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洞洞是谁的家，小老鼠吗？有谁住在里面？这栋很大哦，还是是谁住在里面？小兔子吗？你觉得是谁？山猪？猜猜看，狐？是狐吗？是狐狸吗？会不会是狐狸？谁住在洞子洞穴里面？谁会住在洞洞？谁很会挖洞？谁很会挖洞？动物还好，没错，它是动物，它叫做穿山甲。对，它是一条有尾巴很长很长的穿山甲，但是呢，它如果遇到危险啊，或是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它就会把自己卷成一个圈圈，然后它的壳很硬，所以可以保护自己，就不怕人家去抓它。如果人家伸手想要从那个洞洞里面去抓它的话，就会摸到，哎，怎么什么东西这么硬，很像石头嘞，它就不会被抓了。然后它本身很温柔哦，对，它不会去攻击别人，然后它是一只很温柔的穿山甲。大家看这两颗有什么，它的叶子有什么长得不一样的？我们看这个开口，这个开口到底对不对？我就会称为它是真心的芋头，它就是千年芋，它可以吃。对，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开口，有到底吗？没有到底对不对？它这个就是孤婆芋，那孤婆芋啊就是有围堵。里面已经没有肉了，还是剪剪？还有吗？你有看到哪里还有吗？这个，这是吗？哦，好多，丢，好丢。今天的午餐，爬完山就有好吃的午餐可以吃咯，看起来很好吃哦，非常丰盛的菜色，都是在地的食材所做的便当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在地小铺，然后都是我们是跟农民有契，就是算是合作啦，合作寄售。那我们就是用无毒的，然后不使用化学的肥料跟除草剂。然后他们当季的那个，像这个是饲养的鸡蛋，然后还有当季的，就是像一些蔬菜啊、水果都会拿来这边寄卖。对，就是每天早上都会拿来这边啦。对，然后我们是推动说，就是尽量不要使用塑胶袋。对，然后我们的
饮品的部分的话，就是以我们在地的咖啡为主，然后还有新鲜的就是蔬果汁。然后像现在就是很多之前很多西瓜嘛，那我们就会把那些西瓜就是打成西瓜汁这样。然后还有我们在地的米，然后跟一些伴手礼这样，大家可以进来逛一下。爸爸。社区都有这个奉茶的标志，就是我们环保。可以给我们社区使用嘛，然后就是我们就帮他种，先种蜂箱，然后才种茶树。那蜂箱之后就是可以留给弟弟做那个灌木香菇的那个材料。然后对咖啡的收取大概是每年的十月开始，然后一直到次年的二月都有可以采。它的皮呀、啊，猴子最喜欢吃它的皮，果浆。这个红红的，红红的，对，哇，好棒哦！掉了，好厉害！你给爸爸看一下那什么，爸爸看一下。是咖啡，哇！你采咖啡耶，绿色刚刚讲就是有机友善的食材，新鲜直送，然后有南澳在地的许多产品，像蜂蜜啊，然后做的蛋卷，还有黑糖酱油，就是食蔬嘛，然后就可以运用进来。那像这个的话，当然就是有一些，像这个天贝，就是天贝，天贝是黄豆的发酵物。哪一个？这个。哦，这个。对，那这是印尼，那这边我们都很多的这个外籍妈妈，然后他们会做这些东南亚的食物。那其他就是我在地的一些芋头啊、素食啊，这些都是。今天刚好有这个龙须菜，我就炒了一点。比较特别，这个是酸豆哦，上面有加酸豆，对，对对对。它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个花生豆泥，也是在地的花生跟再来米粉做的。那蛋的话，我们就用在地的养殖的放牧鸡蛋。今天做的是一个姜汁烧肉，连姜都是在地，我会这样去思考，说我要用什么元素来做料理这样。这是素豆炖肉，还有在地的香菇。南澳最有名的椴木香菇，南澳原住民部落，这个是马告，然后还有宜兰在地南澳的金鱼，看起来非常美味，煎得非常酥香。在套餐呢会配上一碗美味的汤品，这个应该是当季的冬瓜，然后还有排骨跟玉米是把香果，就是当季的把香果。那如果点套餐的话，除了米布丁之外呢，还会有这个饮料，一杯80块的饮料可以选择。那像这杯呢是洛神乌梅。